以前会晓写字的来头前，这个阿嬷嘛。哦，阿嬷来，坐下。你要不要写字？哦，写就会使。阿嬷那个口罩拿下来哦。好，谢谢阿嬷。阿嬷口袋放好。阿嬷，我这边有一副扑克牌，你凊彩摕一张你介意的牌摕出来。这张黑色的黑二号，我写二。然后在上面签你的名，哦，啊，你若有信用，对，写下去。啊，如果你有信用卡号码也写下去。这号码写下去有不行啦。信用卡号码。不行。要不要签他儿子的？好，谢谢。不好笑，笑，但是我写的。这黑色的二，这个蔡阿嬷签的名，有看到无？黑色二。我先把这张牌拿到最上面来，对折，再对折。阿嬷，你去打开嘴巴，打开啊，咬住它，保持半个小时不要动哦。开玩笑的啦。我这边拿一个牌，放红色的六，我也在上面签名。这是我今天的签名，方块六。然后拿到最上面来，对折，再对折，咬到了嘴巴。阿嬷去小叫我，小叫我，你看哦，到我这边。哦，各位阿公阿嬷，多这阿嬷签的牌是啥物？二。二，黑色的二，对不对？打开来就是黑色的二了。阿公阿嬷，记得我签的牌什么吗？六。六，来，阿嬷列牌贴出来，拿下给他们全部人看。好厉害哟！好厉害哟！